其实这两天应该说，其实还蛮忙的，因为我的前三天几乎都是待在台中。那因为我们现在开始在台中做一个大展，那未来希望有可能在高雄试着看看。那我今天来其实因为时间蛮短的，所以我做一个比较简短版本的介绍。那我把它叫做是的第一座，就是百年修行的最重要的小事。那大概描述一下，我在这两年来，在经营，我是自己是把它当作是一次的旅程啊。然后里面有一些我觉得还蛮重要一些事情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这样子。不过我想先了解一下，就是你们在场的都有看过我的杂志吗？有看，还是看创刊号的，还是有看过之前的。哦，所以其实南部还是有些朋友已经有先知道我们杂志了。好，那其实这趟旅程呢，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它其实是在2009年11月的时候。2009年11月的时候呢，我去了一趟英国。你上次是不是有回？我去了一趟英国。那这趟英国之旅呢，其实一个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我们希望把一本就是以社会企业运作的杂志，然后希望去取得一个授权，然后再做在台湾做一个发行。所以呢，我们在10月9号到11月12号去了一趟英国。那当然在这之前呢，其实我们已经持续跟他们接触大概1个多月的时间。那主要的目的当然希望说，可能希望说，以 The Venture 这样一本已经将近20年的一个杂志，那有机会可以在台湾实现，而且让一些homeless 或是一些弱势族群可以透过这个机制的运作来取得一个工作机会。所以那时候去，然后就跟他们各部门的负责人，包括说他们的编务的负责人、他们发行站的负责人，还有他们的行销公关，然后另外呢就在跟 The Venture 他的创办人叫 Bert。当面再跟大家做一次简报，其实整个过程我觉得还蛮顺利的。那教官他只说那就 go ahead， 因为基本上呢，各国的人民权它就是一个独立的组织，你自己必须要想办法去筹措资金，然后你必须要找到人，然后必须要去把当地的整个的运作环境把它建构起来。那因为各国的公立所各部状况是不一样，各国的应该说它整个的生活环境也不太一样，所以基本上呢，其实各国都有他必须要去克服一些困难。所以回来之后呢，其实整个时间很短暂。那我大概是在2009年10月去英国，然后2011年2月的时候就把公司成立了，然后在10月5号的时候就发行了创刊号，这大概是我的确有史以来最快的一个发行的一个记录。那可能是因为我前经历的关系啊，我以前比较像是网络人，我从1997年其实都在网络领域里面，然后待到2009年是几年时间。那我总是一直觉得，有件事情如果真的很希望它可以实现出来，那我就会尽量把自己的全部的心力投入在这个上面，而且再把一些资源很快把它聚集起来，然后去找到自己还不懂的东西，然后把它去问一些朋友。所以呢，其实很快的，那这两年运作下来呢，其实目前我们整个公司老讲只有7位员工而已。那其中呢，这两位就是 Andy 跟 Kiva， 是我们发行部的同仁，他们非常的辛苦，因为我们发行部的同仁呢，他们要定期办一些贩售员的招募说明会，然后另外呢，我们的街头贩售员如果他在销售上有任何问题，或者说他生活上有任何需要协助的部分呢，基本上都是由他们两位在负责的，所以他们两位真的是这样一个辛苦的同事。然后呢，郑世健跟 M 这两个目前是负责我们的一个杂志的广告业务。那但是其实因为我们公司很小，那彼此之间呢其实都是相互支援，所以有时候发展部会比较就业务那边有些什么资料要去协助的，基本上都会互相去做一个支援的工作。那薛是我们的主编，然后 Joyce 是我们的设计，所以我们的设计应该说我们的篇幅团队就是我编辑这一本篇幅的最初期，这是创刊号，大家还没有买到这件事对不对？来，
是我的主编，那再来一位是我的设计，那另外呢有一个就是从我们创刊以来一直很支持我们的，就是那个设计师聂永真，从大概第四期之后的封面就是由他设计的。对，那其实他不只是设计第四期之后的封面，而是在我们2009年11月带上去英国之前呢，我已经就先拜托他帮我们试过杂志的封面了。所以他那时候在 LA 驻演的时候，就是艺术家交换，他在 LA 的时候就帮我们做了六本的杂志封面试作。然后后来我去英国之后呢，其实像交换他看了他的作品，他觉得说就是太，就是他的风格跟其他国家的独立学完全不一样，所以他马上邀请我到他家里去跟他老婆认识，因为老婆是做设计的，所以其实有可以给我们很多的协助。所以呢，其实很多人都以为我们公司很大，因为的确大家会觉得说这是一个很跨国的那种杂志啊，或是一个社会企业组织，但是其实我们公司很小，我们公司的所在的地方办公区域大概只有这个区块而已，大概不到十平的一个空间而已。对，那所有成员大概是这应该说七位，包括我。那鲁镇这个是在他自己的办公那个工作室，那另外我们会有一些实习生，大概2到3位左右，但是他们规模。